长食饭的时间，汉来海港自助餐的入口处煞真冷清，不像像应早有人排队，餐厅内底嘛无半个人客，自助吧台顶悬拢清清气气，一项菜嘛无。工作人员紧挂出暂停营业的告示，说明内部卫生有记录，自助消毒一工，因为有36位民众二日来只用餐了后，全排不到，出现敢那是不中道的情形。蛮讶异，蛮意外的，因为以前来这边也蛮多次的。是有点意外，因为之前也有来吃过，这样也是会怕怕的，所以暂时就不敢了。对啊，对，也是会先观察一阵子。今天都还没有接到客人有反应，接到卫生局那边要我们赶快去做一个停止营业的动作。新街火医院同袍三人于4月26日在汉来海港巨蛋店进食后发生腹泻等肠胃道症状。桂芳区卫生局接到病院通报了后，随派员去稽查，提物仔详细伫咧桌仔顶悬敲来敲去。工作台边嘛爱采样，带回去十件检体进行化验，嘛针对杜工甲就医的民众进行采检，初步怀疑是青甲湿的物件染做会造成的。经查已有生熟食混用污染之余，已同步针对可疑食材进行采检。我们餐费会做一个退款，那后续的一些医疗费用我们会去做一个。协助支付。汉来新路的呼吸之前，餐厅自主停业两天，找清洁公司进行清洁消毒，也赶紧联络人客取消定位。做延期，因为这两天都是客满的状况，所以流失了3600位的顾客，后续会做免费的服务，营业金额大概是300多万。最近食物中毒的事件不断发生，想要搞得连这么有名的汉来海港自助餐也沦陷，记者希望赶紧找出原因，避免再扩大。美食新闻高雄报道。